穿梭在钢筋水泥的森林，忘记了啊，早上喝杯茶再出发。哎，在波密的酒店里著名了，这是好，我们出发了，从林芝往从波密往林芝，帕隆藏布江，绿色的水，漂亮。穿过一座座小村，在高速路走吧丙察察墨脱9集，看青藏布景。我们今天从丙察察到察隅，到波密，骑了墨脱，然后再走328来到著名的波密。好，现在呢，就是我现在记不清啊，这第几次走这个出卖天险，第一次是2001年，然后那时候还是叫做出卖天险。走吧，欢迎来到出发。好呀，这是另外一座大桥了，帕隆二号隧道准备，哇，2公里长啊，比刚刚那个多一倍，漂亮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又石锅鸡又来了，真啊！现在我们在兰加巴瓦的垭口，但是现在天气阴了啊，这看不到那个中国国家地理排名第一的雪山。穿过一座座小村，在高速路上狂奔，放下的雪山青春，聚散是一种缘分，美的一座新的城镇，丢掉一段旧的爱恨。哇，发送错了，记住了，发送错了。不然就住在这里，客栈里面，还是广州人开的。